上一节讲了这个 repeat 模块，这节课讲 forever， 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它的效果是这样，它会一直重复，然后我摁这个暂停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编程，然后它这个动作是移动十步，然后在这个15度方向移动十步，然后转到下一个这个 costume。Next costume， 哎，在哪？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会这你点击一下，它会动一次，动一次。然后我让它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到 Control 用这个 Forever 这个模块包住它，拖过来，点击这个小旗，它会就会一直这样运动下去。